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日前开锣 ，Feel TV 特别节目《90分钟狂热倒数》，请嚟人称杰玲公主嘅潘杰玲担任主持。作为忠实球迷，又拥有甜美面孔兼口才了得嘅佢，瞬间就成为网民追捧嘅对象，大家都称呼佢做世界杯女神。杰玲喺节目入面以孖辫造型示人，拥有童颜同埋打扮青春嘅佢，原来已经37岁，唔少网民都好惊讶咁话，完全唔似。杰玲大学主修心理学，而家系心理辅导师同埋心理学学士课程客席讲师，绝对系美貌与智慧并重，难怪成为网民热捧嘅对象，大家都话杰玲世一。